我要走了，走之前呢，想看看你。我们女人啊，不管时代怎么变化，最嗨的就是一件事情：有没有一个男人爱她，爱到癫狂，爱到自己连命都不要了，爱成一个傻子。唐颖，其实你想找的根本不是高不可攀的人，你想等的只是一个棋逢对手的人。比如说，你喜欢这种风花雪月的爱情，我就想找个人跟我结婚过日子。从今以后呢，这就是我们的小家了。薛泽权，你有没有在哪一个瞬间也对我心动过？没有。